过车，叶凌峰就会放过他。你新来的吧？他可是异世集团太子爷，有权有势，和他爸一样被他看上的女生谁也别想靠近，和他作对，轻则退学，重则预备起三，他死定了，腿怎么跑自行车？二一出发。老大老大，哇，对不起医生，是我没看好场地。滚。少爷，少爷，老爷回国了，想见你一面。哦，那老东西竟然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，还带回了位新夫人。什么？给我找场子，想让我陪他演一家人？做梦！同学，快上课了，你去哪儿？我老子都管不了我，你。哟，美女啊，晚上有个 party， 一起啊？你在学校就这么过的？你新来的吧，我你都不认识。我还有事儿，下次吧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少爷，老爷知道了你在学校的事情很生气，叫你马上回去。丢下我十几年不管，现在想来管我？继续。少爷，您这张卡不行。拿去。还是不行啊？换这张。这张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看这张，这些都不行。少爷，是新夫人的命令，如果你现在不回公司，以后都把生活费给断了。好，我就回去见见这个疯女人。一家子不学无术，集团完了。你弟弟肯定是为了钱嫁给老头吧？那老东西的人呢？夫人，少爷来了。是你，这辈子你得喊我一声。